隔火熏香是一种将炭埋在香灰里，通过银叶片隔离炭火，对沉香香材加热以达到品香效果的香道仪式。用火器将香炭点燃，将香灰表层用香块顺时针捣松，平铺于品香炉中，并预留炭孔。将烧红的炭用香块夹着，放进之前预留的炭孔里。用香块挑动香灰，把炭埋起来。并形成山峰的形状，以便聚集热量。然后用侧灰压将香灰压平成山峰状，用雨尘将炉边和内壁的多余香灰清理扫除干净，以示对客人的尊重。用香针在压平的香灰上压出香精，有助于热量的聚集。用顶花在最高处压灰，以便银叶片放置。用香针在顶端竖直开孔，让炭火的热力最大程度释放，并用食指靠近火口试温。在切香板上用切香刀把沉香香材削成碎末，用雨尘将沉香碎末扫到银叶片中，并平铺均匀。
用银叶夹将盛有香材的银叶片夹起，放到品香炉中火口处，向下压实，封住火口和炭味。先用扇闻的方式试香三次，然后进入最核心环节，品香。左手托香炉，右手扶住炉口，留出壶口闻香，气定神闲。吐完浊气，准备展开手臂，放松双肩，待香炉送到鼻边，开始缓慢深吸。在吸气中细细品味沉香带给我们的恬静幽凉，将香灰表层用香块顺时针捣松，并平铺于香炉中。用灰压将捣松的香灰压平整，用雨尘将炉边和内壁的多余香灰清理扫除干净，以示对客人的尊重。将有图案的香印轻轻地放到香炉中央，用香勺将香粉从香粉罐里取出，堆在香印上。接下来用香铲将香粉填入香印里面，
香粉填好之后，稳稳地垂直地提起香叶。将点燃的香印奉于客人面前，体味红袖添香在侧之绝妙意境。